上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挑战选手闪亮登场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学火，我来自安徽的明光，我是一个歌手，同时呢也是一个演员，我演过一些网剧，同时呢也拍过一些电影。你是影视歌三栖的明星啊？对，不能说明星嘛，可能只能说是一个演员，三栖的演员。三栖。而且您刚刚登台的时候，我觉得 你特别适合来黄金一百秒。你看我们那主题歌怎么唱的？啊，闪闪亮，闪闪亮，非常闪亮，内到外。这都不是最亮的，最亮的是发型，对吧？对。你看他长得其实，对，虽然我们之前没见过，但是看起来很有眼缘，就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他应该是属于那种。就是那个零点乐队和腾格尔的结合体啊，那是一个什么感觉？就是说有粗犷的感觉，对，就是这种。但是呢，又有一种坏坏酷酷的感觉。我来北京也差不多有20年了。哦。我拍的角色当中基本上都是演一些反面的角色，所以说我今天来的目的，我也是想做一下这个突破自己，对，突破一下自己，演一个好人呐、啊，或者说是一个英雄啊，或者是一个比如成功的父亲啊，慈爱的父亲等等这样的一个，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能一辈子演坏人也是挺幸福的。以前演坏人反面角色都演过什么样的人物？演过一些这个大哥、小弟，还演过很坏的博士，啊，就等等吧，就博士还有很坏的博士，有。啊，就是我在感觉像动画片儿，聪明没有用到正道上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是，就是属于一种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我在一部片子里边，这部片子里边呢，我演了一个博士，然后呢就是，可以让人返老还童的这么一个博士，我研制了一种药。然后呢，我就把一帮的这个成年人，比如说像我们帆哥这样的，像你们这样，我都把他变成了这么小的小孩了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个动画片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演的是机器猫的续集，对对啊，然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对，说来说呢就很坏。哎，这样，要不然就说到这儿了。简单的，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演反派人物？反派有多坏？最坏的状态能有多坏？首先我承认啊，你长得已经很坏了，你看能不能演得再坏一点？极致一点是吧？其实我觉得我长得也不坏呀、啊，我虽然就头发少了一点。您别太谦虚，您别太谦虚了。我们看见你都已经很害怕了啊。好吧，那意思让我演个很坏的一个感觉是吧？哎呦，很坏的感觉。比如说啊，来3、2、1，坏。我告诉你。在这369城，你打听打听，我光头阿虎在道上这么多年，我怕过谁？记好了，见到我要躲着走，否则的话，让你站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有点太夸张了吧？是吧？躲着走不就没事了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是不是这个演戏嘛，肯定的不能来真的，来真的就我这小体格的，我估计你一个手就把我搬走了。就但是还好啊，语言台词表情还比较有张力，是啊，还可以是吧？好，这是你最擅长的，演的坏人反面角色，对吧？对对。然后今天登台的时候，你说你有一个小心愿，对，希望光头阿虎能够什么金盆洗手，金盆洗手，对。其实说句实话，范哥，我这么多年啊，因为一直在北京将近20年了，就是我的孩子，我基本就没在他身边。从他很小的时候上小学，一直到现在上大学，我基本没在身边。说来说呢，你也特别不希望孩子长大了知道爸爸是干这个。对，我干这个干什么呀？啊，演反派的。对，就是其实吧，就是对孩子总是有一种歉意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非常想圆一个梦，就是说，想表达一下一个父亲对孩子的那种感觉。我大概听懂了。对。一是就是结合你自身的情况，你对孩子的情感。对对对对。如果有机会，如果你是导演的话，你希望给自己设计这样一段戏。一个慈祥的，或者是一个人到中年的这样的一个父亲，然后对孩子说的话，来展现父爱，对吗？对。但他是正能量的。对。他是一个好爸爸。对。你已经设计好了，对吗？
应该问题不大吧？那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Action！ 儿子，时间过得真快哈，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好像也是去年的今天。现在你也开始了你的大学生活。前一段时间听你的妈妈说身体不好。说来说你这个臭小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天天不要吃那些垃圾食品好吗？每天的买电脑给你只是想让你学习，不是给你打游戏的。下次要是让我知道再不好好学习，成绩不行，老师再来找到家里的家长叫到办公室说话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你屁股给你踢爆，你知道吗？臭小子，爸爸想你了，真的很想你。不错不错，好感动。把这个父亲的这个张力啊，这个情绪线的变化都演出来了，好演员。谢谢。而且如果将来我是导演，我投资，我就找你演这个父亲，咱们就拍这场戏，主题曲我都给你想好了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，找个借口让我承受。其实还是你来唱，还是我来唱哈。但是这样我怕小欧会打死我，对吧？开个玩笑哈。刚才学虎也讲了，他是影视歌三栖的这样的演员，对，所以刚才挑战了演技，这个唱歌其实一直还有所隐瞒，所以接下来100秒挑战，我们有猜错还是给大家唱歌，对吗？对，这个虽然说这个正面的角色可能演的不是很到位，但是唱歌我想不分这个正反的角色嘛，对吧？啊，展现好自己就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：是金子总会发光。请登上黄金舞台。黄金100秒，计时开始。多少次挥汗如雨，伤痛曾填满记忆，只因为始终相信，去拼搏才能胜利。总是在鼓舞自己，要成功就得努力，热血在赛场飞腾。吉他在这儿，巨人在东方升起。哦，你将超越极限，超越自己。相信自己。哦，当这一切过去，你们将是第一。相信自己。哦，你将赢得胜利，创造奇迹。手中这胜利的天地，你将赢得胜利，创造奇迹。很遗憾，3、2、1。